超级皮的解说员老皮，欢迎收看第144集神奇宝贝融合。今天老皮给各位观众老爷带来的是亚历克斯和钻石镐的融合，小伙伴们想知道这两者在融合工作台中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吗？和以往一样，让老皮我先将融合工作台搭建出来。小伙伴们知道在我的世界中钻石镐是怎么获得的吗？融合工作台搭建完成之后，可以看到亚历克斯已经被我们放到了里面，让我们丢出三叉戟开始融合，镐子直接掉下，然后老皮我也就凉凉了。小伙伴们看到老皮我是怎么凉到了没？算了，让我们赶快看看合成生物，竟然是贝蒂莫尔，我去，这不是传说之下中的人物吗？让我们放只小鸡试试他有哪些招数，我去，小伙伴们看到没？直接在地上升起了激光束，再来放只油猪，我去，这是小伙伴们看出这个招数像谁了没？小伙伴们想知道他还有哪些攻击方式吗？快来私信老皮我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想看哪些生物融合记得私信老皮我是老皮。